6号。ESC。哦，后面一坨火。谢谢你提醒我，我不过去。后面一堆刺头。好好好，很好很好。好爽哦，可以双双拆。帮我回爆火在哪里？干你娘个！不要带来这种地方啊！抱歉，来不及了。继续。还好没中。不会怕、啊，各位大哥。我之后应该会很怀念要在那边躲火的那种年代。然后结果最后一场都过不了。少啰嗦啦，不会啊。你把我期待的。不会啦，妈，所谓是针对我都过了，可以。好，我到这里就好。到这边就好了。哎，原来可以跳回去。我直接开人力车带了，这么帅！可是能一车自己这边非常多有帅，坐起了。对啊，坐起跳这里应该，对啊，你这样应该比较好跳吧？对啊，比弗雷亚原本的。发生什么事啊？再见了，换你雷。是不是比弗雷亚原本那样子还好飞？对，因为慢慢走很慢，而且这边有霸体，不会不容易被推。这个可以车人怎么换你们这么慢？看，平常最雷的我都赢过了。你不叫 FR， 你叫梦女。哇，我打得到怪了。我是梦魇弗雷亚哈。我打得到怪了。哦，你还没打到。平常都是 U 在打。你娘！你娘！我这有火哎！我挖着断魔。干，怕。你知道 S 卡通出去之后，我是按着断魔。为什么听起来这么好笑？你之后如果也要刷影后的话，你会跟我一样。我已经打到整个是战战兢兢的。就是一直狂按断魔，就看他按摩卡断着啊，反正。真的，你放完招就是按这段魔跳。之前是那个放招就后跳，现在是放着就放着。你要不去后面啊？我看到这里有。不好意思。看你又一天飞过来。超猛。超好笑。幸好你没过来，他被打了。你要不打个领域给他就好了。我怕有领域在，我会很危险。你会忘记闪吗？对啊。有领域在，反而会觉得自己更安全。你有领域在就说，哦，没差，哦，不会痛，那算了啦，然后就玩。盖敌人的领域可以啦，不要盖我。覆盖全世界领域。我以为应该没有像我那么无聊，就在 Happy Field。哎，你还真有在。不是你这样不会打太空？不会、啊。话说我这里的音乐真的很好，真的。我记得他原本的名字，那个那一首的名字跟这个地方也是什么？什么？什么是这样？我就是跟太阳的名字。Rebirth of Sun。啊，对。你知道这里玩什么吗？你看到了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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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是白的，刚刚那个是黑的。它上面会写啊，黄字啊。哦，看到。因为他刚刚被什么东西打到，为什么变红色的？猫王的火。猫王有火？有猫王的武器。猫王装四火。对啊。所以他才用引后啊。开场就开了。哦，谁？哎，又追我！哎，抹哪一种？没事。我要把重步当后跳用。看，重步放超越格算。左边，左边，我来不及了，我直接躲了。干！猫王，你明明就已经过来了，你在干嘛？我要躲，我就不过去了，因为他会来找我。干你娘！好，他来找我，他来找我，来找我，找我，尽量找我，尽量找我。我被自己射死了。看你拿新钩丢他。右边。右边。右边，右边。谁是来找我啊？他不来找我。为什么直接跑来我前面？哦，靠呗。左边啊。好，我们下过去的时候干。我不会让你打到我的，干你娘！我空丢招都不会让你打到我的。你应该有了吧？啊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给我、哦。要是有了吧，再没有就这个。有了啦，恭喜！啊，终于解脱了，谢谢。加分啊，好多油。